Hello， 欢迎家人们，看见我身后这巨美的大莲花了吗？ 对了，这就是杭州亚运会的主场馆——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。悄悄告诉你们，今天在这里有一场特别的秀，下面让我们融入他们，一起拍一张大合影。来，我们一起对着镜头，三二一 ，Hello！ 夕阳照在梦的故乡，万众把船舌轻轻敲下。 九月陪伴千年时光，等待春宵中再次绽放。莺歌继续百川唱，和风把琴键洒向远方。残雪遮盖不了光芒，你会带上希望插上云端。 亚运会的家门口，我们一定要去开比赛。我觉得这个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，期待杭州亚运会能够顺利的召开。绿色亚运，绿色争霸。